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跳舞用汤来，坐啦，过来饮茶，唔免啦。我甲你妈妈唔是调工，要来饮茶啦。你倒啊，真贤真会吼，搁迄个查某囡仔为你煮饭啊。啊！你唔能怪阿兔哦，是我强迫伊讲的啦。若要人不低啦，低微即无义啦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敢讲你唔知影？刘伟啊！那个查某囡仔有过来跟你咧勾勾滴无？伊倒去啊啦。安尼哦，哇，安尼好，谢天谢地哦。人伫咧讲吼，一代无好某，三代无好囝啦。啊，若像迄种查某囡仔吼，咱庄家吼绝对袂用滴个啦。妈妈，五丽玲毋是恁讲迄款随随便便的查某囡仔啦，恁对伊误会太深啊啦。对，迄丽玲咧好好读书的时阵吼，吼足侪大少爷咧甲对伊呢。哎，拢唔差面呢，敢爱面威一个呢。阿兔啊，你要食咩？三更半暝，伊是个查某囡仔人走来吃，这要去安怎解释？你免去讲，反正我甲恁老母吼，反正你去甲伊见面啦。我做袂到。阿爸，我已经是二十外岁人了呢，我会当知影代志的好歹。我更加有看你选择朋友的自由。虽然我唔敢保证讲我甲丽玲会行到啥物地步。啊！毋过上翕的，伊聪明，伊人阁善良，伊的想法嘛甲我真接近，我无可能放弃这个朋友啦。起啊！起啊啦！报告，你甲听看嘛，既然对伊袂讲这番热情言语的话，你阿袂要甲我死死的啦！哎呦，明辉啊，你看卖咧啦，你甲恁老爸气到安尼，紧嘞，紧甲恁老爸回答唔对，紧嘞。阿爸，我拄仔讲的话。绝对无忘记你的意思，啊！不过我是真正希望讲你会当了解我，莫对我误会遐尼深好不？这是事实的代志，你搁还有啥物有通好讲？好啦，安尼啦，两条路互你行啦。第一，你即阵嘛随时甲我搬倒来，来共手共斗做生意。第二，你若是做袂到，你我一刀两断，断绝你遐关系。阿爸，你莫安尼逼我好唔好？你明明知影我读的是建筑，我的兴趣嘛是伫建筑，安尼我做袂到啦。哦，那安尼讲，你毋著甘愿甲你爸断绝关系啦？哦，好啦，当作我吼白白欠你这二十几年啦，不用，等等。翁啊，翁啊！妈。哎呦，你这个囡仔！
请先坐坐吼，我先来哈。哎、欸，廖呀，啊，啊，阮叫的面甲卤菜是啊，到即马还袂来啦。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我只碗盘甲洗洗啊，先甲你传吼，小姐姐啦。廖呀，你是啊，真正有够当生呢，啊，生意这么好，也唔敢请一个人来甲你斗三工。哦，你钱赚遐多，你唔惊去互钱淹死哦？讲安尼啦。廖呀，啊，恁某来无来斗三工？阮某。阮某哦，顶礼拜才替我生一个后生，即摆当咧做下来咧。哎、欸，不怪哦，你煮面七道椅，啊，甲洗碗盘，行行拢家己来。我来你讲哦，你钱爱赚哦，身体嘛爱顾啦，尤其你即摆做老爸啊啦。我知，我知啦，搁过两日啊，我一定请一卡手来甲我斗三工，小姐姐我随好啦吼，歹势歹势歹势。头家，你给我试看卖好无？啊，你。是啊，以后我就会当和你过快乐的日子啊。妈，你有要紧无？我去给你提药啊，你稍等下吼。妈，你药啊什么时阵吃完的？你哪会无甲我讲的？哎，我是想讲过过两日，再搁拍算啦。反正这药啊吃到遐尼久啊，无啥效啊，啊加吃加无惨。话袂用安尼讲的啊！你有病，你就应该爱食药啊！明仔我才去病院替你摕药啊啦。啊，不过药啊钱拢互我开了了啊。不要紧啦，我即摆已经有工课啊，以后钱的问题哦，你就免烦恼啊啦。好，来，吃结实。啊啊！我知影，阿四，我随看过来，好好，多谢多谢。爸，啊，你要去倒？啊，头头是谁打电话来？是病院的护士小姐打电话来，讲已经有恁阿姨的消息，我今嘛就来接。哦。哎，对，丽玲，你吩咐阿妹啊，那鸡汤炖热，替我甲恁阿姨煲一下，好。哦。哪袂记哈？我知啦。袂啦，照顾病人是阮的责任。啊，恁妈最近有较好无？哦，伊好真济啊，多谢你的关心，再见。哎，林小姐，稍等一下。还佫有甚物代志是？我煞去后袂记哩啊。啊，有闲时阵吼，上好带恁阿母来阮病院检查一下，迄肝功能甲血压敢有较改善无？啊？拄则我有问过医生，医生讲我妈妈即摆身体真好。只要按时食药啊，加休睏就用啊。哦，安尼既然医生有交代，安尼应该无问题啊啦。不好意思哦，我要看代志，我先来走。今仔才来啦，啊人呢？啊，就拄仔才走尔，你叫出去看卖咧，伫遐。哦。
妈妈过身了，你嘛不要艰苦啊。爸，你就早毋是正在甲我讲，思雨也是查甫人的性命。一个查甫人若无事业，就无算真正查甫人。啊，你即摆呢？阿姨走了，你公司拢无要去，连爸阿姐敲电话来，你拢无要接，放公司无要无去。爸，你安尼是算什么啦？好啦，今日放公司的事我无要管，我敲电话爸阿姐，叫爸阿姐嘛莫管，规条公司倒倒来啦。好啦好啦，要安怎甩你？啊，我人真正比我小一岁，敢袂？歹势，哎，你个老菜好啊吼！歹势，歹势，哎，新正就新用着吼。哎，老菜，老菜，老菜，哎，歹势，随甲你准备吼。好。好客，啊，是你啦，我来到想换。哎，袂要紧，袂要紧。啊对啊，啊你药啊有炸到咪有阿姆无？啊，袂要紧啦，我想拿只摕转去就好啊。好好好，好，啊对啊，你过来，啊你边迄办公室要叫伊面吼，我已经传好，哎，你先甲送过，啊稍等，等来洗碗好无？好好。哎呦！头家啊，哎，牛肉面大碗一碗吼，好好好好，卤菜给我切一半，好，先切切吼，我先来啊。好。来来来来来，拍手拍手拍手，无下手啊，卤菜真正的吼，牛肉面大碗，哎，好好好，哎。哎，李伟啊，你还阁有心情在那里食物件行？紧跟我行，要行去对啦，我叫伊面都还袂来。嗯，啊，你还阁想要食？他带恁爸打电话来，讲恁母啊，叫你气到已经破病啊啦。我破病哦，有要紧无？外面哪会知？行啦。哎，动个动个动个，稍等下。啊，你都在做电钱啊？没有诶。啊。对。哎，我也没找你钱诶。别走啦。哎呦，这么高哦。OK。啊，好好好好，哎，李伟，这盘菜你收起者吼。拢还袂吃啊？那要紧啊，先去收起来，连你我配烧酒通好食吼，来坐去啊，我来煮面，歹势歹势，水好吼，哎、欸，稍等下稍等下，我面水好，哎，妈，你安怎无？你底无爽快？哼，互家己的金仔日仔，日仔血压飞起起起，啊，准乎你无病，嘛差不多半条命。妈，是的啦。我带你去病院去给先生看好吗？不用啦，当妈妈这哦，都苦尽头啊。你莫听恁阿爸哦，家己吓惊。妈，拢是我唔好啦。既然你若知你唔对吼，你紧甲搬搬倒来，莫在外口做迄个拍歹门风、袂当见人的代志。阿爸，我去年我毋捌做过袂当见人的代志。嘛，捌写过恁的体面啦。啊，佮甲你爸咧应酬应酬啦，啊，你无甲你爸起诉煞袂用是咧哈？哎呦，王啊！啊，有啥物话都好好啊讲，啊是安怎着安尼冤到厝边头尾，大家拢听着，安尼对咱来讲，敢有啥物好光彩笑啦？啥？你还佮想要爱光彩啊？你毋着看你这个宝贝仔囝，大学毕业要几年啊呢？啊！但只阴先生无代志做啦，我的面体袂落去下了了，还阁想要爱光彩。阿爸，我知影你对我真无满意，但是我有我家己的理想啊。你有啥物理想？你根本就是咧浪费时间，咧糟蹋家己的性命。厝里咧电子工厂等头倒来经营哦，你偏偏不爱，住外口咧甲人跨国度。人够幼稚啦，我的兴趣都无伫工厂，你想啊一定爱勉强我咧。呵呵，我卖勉强伊啦。啊，无，互你家己讲，你伫外口看人哭哭哭，你有高啥物出来？今仔日你若真是有出团吼，也袂带只互我咧甲你骂，互你甲你闹去啦。王啊，你嘛安尼兼讲两句啊，好无？啊，甲明伟吼，啊，毋是囡仔，啊，若有啥物话，大家都坐落来好好啊讲。安尼安尼吼，卡袂着，面都变起来，我着甲伊骂。无怪哦，伊安尼厝会住袂住啦。
我的妈吼，实在是因看袂落去啊啦。我真知哦，李少文较奇怪，无一工无咧为着事业拍拼，我竟然一时之间不孝顺出来，实在是感恩不平啊！表妹啊，妈，阿舅，妈，你晚出门啦？啊！我拜托恁爸仔，莫阁冤落去啊，好无？明慧啊，恁阿爸哦，虽然嘴伫咧骂你，啊，不过伊的心肝内是比任何人阁较爱你。你甲想看卖啊，伊的年岁遐尼济啊。每天都要在外面打拼，你是为了什么？讲得坦白的，都也是为了讲要让你有一个保障。伊不爱讲像伊少年的时阵，各项代志哦，都拢爱去看人的目色。爸，你即摆去开公公家是要创啥？全部你是假讲的嘛？妈，你无爱歇睏，我先倒来。哎，苗威啊，你慢正走嘞啦！明辉啊，恁阿爸，伊就是安尼喜爱民主啦。唔肯开嘴叫你搬回来，明辉啊，你敢知啊？你阿爸的工厂，这几年来经营了并无好，伊是足希望讲哦，你会当倒转来甲斗三工的。阿爸的工厂经营了无好。你安尼是咧变啥？啊，明辉人咧？明辉已经搬转去厝住啊。搬转去？你是讲搬转去跟爸母斗阵住？是查某囡仔。请问你是？张阿伯你好，我叫吴丽玲啦，是林辉大学的同学。啊，听讲阿母看病啊，我特别来给伊看一下。哎呦，吓死吓尽！哼，我咧前生目睭吼，都毋捌看过讲哦，查某囡仔面皮才厚的啦，啊，家己安尼吼，主动送来到人的厝内面啦。啊，哎，吴小姐，歹势哦，我无欢迎，而且。张阿伯。我拜托你，把上话讲完，我来走。无啥物通好讲啊啦，非得吼，阮绝对袂当讲明辉，甲你阁继续来往啦。阿伯阿母，我承认我真爱明辉，啊，毋过爱一个人毋是罪恶，嘛无啥物通见笑的。啊，毋过你的态度，互我感觉讲，我若亲像做一件袂见人的代志共款。你是一个查某囡仔人呢，也袂嫁人了，啊，就安尼随随便便走去一个查甫人的房间啊内面。干了阁袂见效是？啊，若阮庄家吼，绝对无容阮讲参像你这种败坏门风的媳妇入门啦。阿姆，请你尊重我甲明辉的人格好无？虽然我真爱明辉，啊，毋过这无代表讲我会使随便甲伊乌白来。我甲明辉中间是清清白白的，绝对毋是你所想的安尼。搭你讲这个话吼，鬼听鬼敢会相信呀？查甫人若真正要顾人吼，迄查甫人敢挡会牢是？啊！你拄则嘛，家己承认讲爱阮明辉啊！啊，我讲的话敢唔对吼？阿玲，你安尼讲敢袂伤超过？哎，丽玲啊，你哪来遮啦？好啊。
阿伯，嗯，有咩啥话送的？阿哥，那麻烦您把请几位小姐出一下。阿伯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要赢啦！阿伯，我跟你讲，看我你把枪。行行。行啦！哎呦，看啊，你咪讲看啦！你爸母对我误会这么深，我应该向你解释才对啊！哎呦，但你讲啊，这哪有效啦？啊，咱已经老同学啊，我较有可能无徛在你这边遐。放心啦，有我徛在你这哦，保证你安啦。嗯。讲得远，你怎啊怀疑我呢？你唔通袂记呢？明辉啊，自细汉是甲我穿开甲看我大汉的啊。啊，因老爸老母的这脾气，我上清楚啊。你讲看卖咧，我是倒一点比明辉袂过，啥恁爸母这么讨厌我？哎呦，因爸母有喜欢你无喜欢你无重要，上重要是明辉有喜欢你才有效啊！莫想遐济啦，迄号面呾来食一仔面吼，我甲你教两步啊吼，对付因老爸老母的好办法。你讲的哦。嗯，行。